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找你半天了。昨天我跟老丁一块儿去过你们家，你说要装房子，这不，我把设计师给你请来了。李叔叔你好，我是室内设计师江田。设计师？就是装房子的。哦哦，你好你好。哎呀，你看你们居委会的同志太热心了，我呀。 本来是不想给你们找麻烦的，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我本来呀，是想听完评弹，就去装修公司看看，所以呀，把这图就带在身上，你们看看，对你们有没有用处啊？这个当然有用了，所有的改造都是从原始图开始。哦哦。但是现场勘察还是免不了的，还有就是。 这一次您对这次改造有没有什么具体需求？需求？啊，就是您为什么要改这房子？哎，就为我两个儿子。哎呀，他们俩为这房子呀，哎呦，天天吵架，吵得我都受不了。哎呦，不过话说回来了，100多平米，6口人住在里面。 确实不容易。大儿子一家三口，就嫌这地方实在是不够用。二儿子夫妻俩年轻，说这里没有私密空间，没有隐私。我呢，都60多岁了，天天他们这么吵架，我都受不了，头都要炸了，就下决心把这房子给改了。有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就在这次改造中彻底解决掉。嗯，明白了。这房子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住不下，其次呢是隔音，剩下要等看了房子才知道。现在房子最大的问题是我两个儿子的问题。哦，不是，我说的是房子最大的问题，而不是你们家人最大的问题。你说的不对，这房子就是我家。 我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儿子的问题，你不懂吗？啊，不是，李叔，我跟你解释一下，关于这个房子。小江，我来吧，老李啊。啊。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只要让你这俩儿子满意，这房子怎么改都行，是这意思吧？这就对了。家人的需求是要考虑。 但是我听说你小儿子好像不愿意装这个房子，是吧？别听他的，只要我还活着，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哎呀，我这一只脚都踏进了棺材，到了我这个岁数，也没别的期盼了，就想着两个儿子能够和从前一样，和和睦睦的，这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意思
你们能听懂吗？老李，你放心，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们了，一定让你满意。小江，馄饨来了。谢谢传叔。嗯，谢啊。江安，那个大儿子，约好了今天下午5点跟我们见面。 他还挺热情的，说回去啊再跟他媳妇儿商量商量。只是那个小儿子一直说自己没时间，怎么办啊？能怎么办呀？等呗。又不高兴了？又怎么了？老吴，我不止一次提醒过你，能不能不要替我做决定啊？ 而且这次你更夸张，跟人打包票说，一定不会让人家失望。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情，能不能不要乱答应？谁说我没把握了？这种事儿你能有什么把握呀？不用你吗？啊？你是专业的，肯定没问题呀。不，我是专业的，也仅限于设计，我没有办法解决人家的家庭矛盾呀。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满足业主的需求吗？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只不过这次的这个业主啊，他人多一点儿，会比较麻烦一点。人多不是问题，需求多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从一开始就有人不愿意配合，有人不愿意装修这个房子，这是关键。给一家子人做装修肯定有需求不同的事情，那设计师又不是神仙，我又不能满足所有人。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得有人配合呀，彼此妥协，彼此成全。可是你没有看出来吗？这个李家和从一开始就在跟他哥作对。在这种情况下，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都满意呀？我做不到啊！你都没有见过他，你先不要把问题想这么严重吧。再说这次，不是你自己争取去的吗？怎么又打退堂鼓了？ 我也没说不做，工作室也确实需要有代表性的作品去吸引更多的业主。住宿价太小了，没有办法拿他们的案例去说服两居室和三居室的业主。李家的原始图我也看过，确实是个好机会，是吧？所以啊，我觉得你应该到屋子里边去看一看。 问题是挺多的，但是改造的空间也非常大呀。那也得先把人约出来再说呀，约不出来什么都白搭。哎，先吃，我来想办法，吃吧。 想让他跟我干，可是第二天呢，人家就旷工了。怎么，一束花就想把我打发了？明明就很高兴，还故意给我板着个脸。<笑>我这叫伸手不打笑脸人。礼貌。<笑>小江啊，要继续开他的工作室了。我这一高兴啊，就忘了告诉你了。 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我们，一直为我们忙前忙后的，这不赔罪来了。哎呀，那这么说，你还能跟小江继续的干啊？哎呀，这是好事儿啊！我应该恭喜你。嗯。哎，可是我又要给他闯祸了。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我们接了老李家的活了。那接老李家的活不是更好了吗？ 那又出什么问题呀？哎，一言难尽。哎，我今天来啊，就是想问问你，这个李家兄弟为什么闹成这样啊？李家的事情，我了解的也不多，可自从我接触以后呢，哎，
这兄弟两个呀，闹得是不可开交。虽然啊，这老二当时没把老大给赶出家门，可是那态度十分的恶劣。哎，你看，老二换锁不跟老大说，哎，老爸住院了，哎，老二愣把老大拦在医院外边不让进门，还告诉我们说。 老大偷钱，我觉得他们家那大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听我老母亲说啊，老李他老婆那生前留了一笔钱，就是给他这大儿子买房子用的。结果，那大儿子一转眼全给败光了，现在一家六口只能挤那老房子里，这不都拜他所赐啊？哎呦，这争来争去就是为了争那房子是吧？ 应该是的吧？哎，来土豆挺好的，来俩看看。要几个？哎，拿三个吧。哎，但我听说他们家那小儿子正挺多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肯搬走。哎呀，这孩子多的家庭就是麻烦。你说，哪家做父母的能完完全全做到一碗水端平的？哎，其实啊，这两兄弟从小的。 感情挺好的，那这么好的兄弟关系，后来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啊？哎呀，具体啊我也说不大清楚，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李住院了。嗯，家安的老婆孩子去乡下娘家住。嗯，那个家和呀，他自作主张，把家里的门锁给换了，家安进不去了，就在外边呢，住了一个礼拜，受不了了。 请电视台的记者过来调解。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有点印象。家和因此啊，还丢了工作，所以他们兄弟俩的矛盾就一发不可收了。电视台的调解专家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要我们来解决，这怎么可能呢？你放心，肯定会有办法的。而且我们除了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没有别的选择。你说的。 每一个机会都十分宝贵，对吧？小文，嗯，搞杯你们这儿最好的咖啡。行啊。你确定你约的是5点吗？肯定是。 他说他5点下班，下了班就过来。嗯，来了。江安来了。吴阿姨，来来来，这边。哎，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临下班，老板就加了个会。江工，哎，你好。哟，咖啡凉了吧，小文？哎，来换杯新的吧。好。你再想吃点什么别的？ 我就不吃别的了，要不然回家我就吃不下饭了。这样，你给我来杯水，然后把账单给我看一下。行。啊，不用，李先生，我们自己付款就行。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吴阿姨，这行我懂，做你们设计师这行业呢，那都是先签合同再干事儿。对于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连合同都没签呢，忙东忙西的，挺不合适的。这单应该我来。没事儿，别客气，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哎，谢谢啊。 那行吧，那咱们现在开始。哎，好。现在进行哪一步了？跟我弟聊过吗？还没有，他说他最近没有时间。那都是借口，他就不想改这房。那他为什么就这么抗拒改这房？跟你们说实话吧，其实这事儿根本就不怪我。我妈去世之前已经把我们哥俩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好了，给我一笔钱让我交首付，嘱咐我爸直接把房子过给李家和。 从小就这样，你们觉得公平吗？直接把房过给他，我那个钱顶多就是买50平米的对商住房。李先生，今天我们不是来聊这些事儿的。哎，你接着聊，这事儿也很重要。我明白，你们觉得我是老大，我得让着弟弟。可当时我也成家了，我有老婆孩子，我不能让他们跟着我一块吃苦啊。 正好有个朋友做奶粉生意，告诉我说，让我稳赚不赔30万翻1倍，当时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可谁知道我刚一投进去，那个品牌出现了食品隐患问题。你们家大概的情况你爸爸都跟我们说过了。你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人口太多，互相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打架，所以现在我需要明确的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对于生活空间的需求以及你们的生活习惯，这样我才能更好的做出设计。您说的也对，其实我们这一家子没什么太多要求，我们家青青每天要回来写作业，所以呢，我希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再加上女孩一天天大了，她总不能老跟我们父母睡在一块儿，所以我希望想让她有一个单独的卧室。至于我媳妇那边，我们也聊过，她也没什么要求，她就觉得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有地方放就行了。那你呢？你自己有什么要求吗？我一个大男人的，我有个家就行了，怎么住我觉得不要紧。肯定有人夸你是个好爸爸。没有，这平时孩子呢都是由我媳妇儿来照顾，我平时在外边忙，这为他们俩考虑考虑也是应该的。是这样，如果你现在不考虑，等房子装修好了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你现在最好仔细想想，目前生活中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地方吗？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们这要是约在家里了，最起码我还能看一看，我还能想起来。能在家里聊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但是你爸爸说现在如果是去看房的话，需要跟你们两兄弟商量一下。估计他是怕你弟弟不高兴吧。怕他什么呀，这房子现在还不是他的呢。这样，两位如果一会儿要没事儿的话就跟我回家，正好咱吃个饭把房子事儿说清楚。这合适吗？那是不是也得先通知一下嘉禾呀？通知他干嘛呀？没关系，他平时也不在家吃饭，觉得餐厅小挤，就这样呗。服务员，结账。哎。哎，来里边请。燕儿。哎。燕儿，快出来。回来了。王阿姨跟姜老师来了。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是江田。你好，我是江田的助理老吴。阿姨是助理啊。你好，你好。哎，快请进。我先回厨房忙活了。啊，你快忙忙，快请吧，快请吧。家里有点乱啊，你看。哎呀，来来，什么都有。哎呀，江老师喝点水啊。啊，不用客气了。哎。哎，李叔，你们怎么来了？老李，家人没告诉你吗？我们来看房子呀。啊，知道您睡觉了，就没跟您讲。哎，这事儿你跟嘉禾说了吗？不用跟他说，他又不回来吃饭。这样，江老师，咱们先休息会儿，然后吃完饭再看房子。不了，我们不吃饭了，工作完了就走。这不吃饭哪行？在这吃吧，我今天特意加了两道菜。哎呀，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做好多菜呢，跟家吃一口呗。还是先工作吧，我想从卧室看起。青青，爸爸，哎，这是设计师姐姐，叫姐姐好。姐姐好。青青好。二点八。
1米1.1米3。2米9。117。谢谢。江老师，现在我爸的房间看了，我的房间也看了，客厅、厨房、卫生间都看了，就差这房间了。哎，这李嘉禾的房间，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哎，这饭菜都齐了，不如咱们先吃饭吧。来来来来来，大家伙先吃饭吧，先吃饭吧。吃饭啦！哎，来了。哎，我觉得没必要，反正他回来也不会配合。看吧，李嘉恩。秦晶，出来！秦晶，出来！这是叔叔房间。我不要。哎，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不都打，我没抽，我不都说了吗？备孕了，不能抽啊！我真没抽。发现你就完了。我答应你了。爸，嗯，有客人。哦。凭什么姐姐可以进，我就不能进？秦晶，出去吧，啊！听话。我不要。好吗？李佳恩。谁让你进我屋了？给我滚出来！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哥。我怎么不记得我有这么偷鸡摸狗的哥哥呀？你说谁呢？我告诉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这门谁开的？我告诉你，这两天我屋里丢钱了，肯定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就你这个屋，你想让我进我都不进。这要不是设计师想看房子，你当我爱进呢？设计师，你们两个就是居委会请来的设计师对吧？是。对不起啊。我们家现在不需要改房子，请你们出去好吗？走，快走，快走。你，李嘉禾，这个房子现在还在我的名下，他们是我请来的人。爸，这怎么能是你请来的呢？这不是居委会硬塞给咱家的吗？再说这俩人有什么作品，有什么履历，您清楚吗？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家不是所有人都能动的，请你们走，快。哎，你是不是有病啊？家里要不要改房子，轮得到你吗？那也轮不到偷鸡摸狗的人说话吧？你说谁呢？你说你啊？什么？你是不是欠打？你来了，今天就把这事儿解决了。大哥，大哥，你消消气，我替他道歉行不行？小梅，不需要道歉啊，咱家有这样大哥吗？你想打对不对？好，今天把事解决了。哎呀，不要再打了，打架解决不了。你让开，你光见谁是？干什么呀？不干就不干了，你以为我想干呀？欺负一个60岁老太太算什么本事？没事吧，老吴？没事，我们姐姐，你能不能轻点儿？我行行行行，再来五局。卡里没钱了？怎么可能呢？不是20一局吗？涨价了，100。怎么不去抢银行呢你？我这个机器维护很贵的，你懂什么？真的假的？
没什么意思，不让打了。我刚充钱了。大不了我退你嘛。给我。给不了。顾客是上帝，你说这么对待上帝的？有你这么。跳什么跳啊？有什么好跳的？有事没有亲过？啊哈，朋友们，我带着我的灵魂麻辣烫又来了。这会儿可以倒上开水。接下来。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就是我们这道料理的灵魂牛奶。小江，你确定这是我要的那款灵魂牛奶麻辣烫？对啊，我看着怎么不像啊？你是不是漏掉什么步骤了？没有吧？嗯，尝尝。跟你说，让你煮方便面最省事儿，非要吃什么网红麻辣烫。哎呀！我来到了这家和牛店，哇，这家的肉真的很嫩啊！看一看，嗯，小娟，好吃，好吃，好吃，你尝尝。老吴，你这个视频在哪儿找到的？没找，刷出来的。大家好，我是江田。小江，该吃饭了。你这辈子太碍事儿了，我帮你收进去吧。哎，你别动，我自己来。大家好，这里是每期给各位推荐一位设计师的33号工作室，我是江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勒柯布西耶全集》，这里包含了柯布西耶所有的建筑作品，还有相关知识的普及。小江，奶茶喝不喝呀？不用了，谢谢。重来。大家好，我是江田，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刚刚回到苏州，创办自己的工作室，欢迎广大网友来向我咨询关于装修的问题，更欢迎愿意把房子交给我的朋友们来找我合作。我工作室的地址是巷子街33号。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呢，是我这么多年参与过的作品。小江啊，晚饭想吃什么呀？我这手不能干活，我又不想吃外卖。这干嘛呢？
你有完没完？一天到晚就吃吃吃吃吃，你没活干了吗？到饭点了，不吃饭干什么呀？再说了，我们现在确实也没什么事儿干呢。没完没了的，你拍什么呀？我就随便拍拍，分享一下日常。能吃了吗？爸爸，哎，别动别动，叉子别动。可以了。小傻，嗯，你说我给33号也开个视频号，会有多少人看？视频号，挺好的。但是你要想好，你要做设计艺术相关的呢，还是装修相关的？不能都做吗？等你火了，你想做什么都行。刚开始呢，一定要精准定位，因为看设计艺术的和看装修的根本就是两拨人，你不能先做做这个，再做做那个，到时候两头你都抓不住啊。嗯。别光顾着吃呀，好好想想，想好没？其实，我自己先试着拍了一下。你拍了？什么时候啊？但为什么一个点赞都没有呢？你打标签了吗？打了。怎么可能啊？哎，不可能！给我看看，肯定弄错了。大家好，我是江田，是一名室内的设计师。刚刚回到苏州，创办自己的工作室。欢迎广大网友来向我咨询关于装修的问题，更欢迎愿意把房子交给我的朋友们来找我合作。怎么样？你故意的是吧？你没吃过猪肉，总该见过猪跑吧？你看人家的视频，他那文案啊，都是有噱头的，都是有套路的，人设还有跌宕起伏的故事，这干巴巴的谁看你啊？那这不是过来找你帮忙了吗？我随便搞搞，我能帮你什么忙？我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那至少用你那20万粉丝号给我打个广告也行。我那美食号怎么帮你？你咋知道我20万粉丝呢？老吴，我耳尖刷到的。这烤肉店你跟我安利好几次了，安利的口气和说话的方式都跟这里边一模一样。我来到了这家和牛店，哇，这家的肉真的很嫩啊。那不是重点，最关键的是你那金灿灿的戒指。说吧，你那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啊？我真不是故意的，我那天就是太高兴了，我就忘记收钱了。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千万不要让我爸妈知道。他视频又不犯法，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俩，哎呀，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还记得吗？我高中的时候，他们俩那状态，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要我美食号帮你打广告也不是不行。关键是得有出彩的内容和形式，你有想法吗？算了，别想了，我替你想。好，谢谢你，夏夏，这是这段时间以来你最好的消息。啊哈，朋友们，我带着我的灵魂麻辣烫又来了。接下来，什么时候关注美食了？开始。你想什么美食啊？吃啥呀？你想吃啥呀？吃烧烤啊？哎，你别说，这声音有点像林小小。你怎么听着林小小？真是他呀？什么真是林小小？你怎么听着林小小的？不是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我。
你激动什么呀？你太无聊了，你有时间你现在有点羞涩了，放在江田身上。周叔叔，你看你笑。周叔叔，叫师傅。凭什么要我让步啊？我就是让太多了。那当初妈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说好了，我让他李家安在这继续住，已经是念兄弟情分了。你们兄弟的事我不想再给你们断官司了。反正一句话，要是没住的地儿，我绝对不会要孩子的。哎，爸。哎，小美，你说，爸爸我有错吗？青青呢？啊，哪玩去了吧？那我去找一下他。哎，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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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出去。嗯，婶婶，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下我的枪。就算生活苦闷，也要学会哄自己开心。快去啊，青青等着呢。青青，青青，打他！来打呀！我来了，小坏蛋！这个让我救票啊！早啊，闲得慌，到你这儿看看有什么好玩的。闲？嗯，江田那边不应该挺忙的吗？管那么多干嘛呀？我是来消费的，你还做不做生意了？做，有生意为什么不做呀？所以你还打算跟我收钱喽？走走走，快点。这他提前会，他会提前动那么一下，您就……哎呀，我怎么倒倒不着呢？好家伙，一百箱中15，您得专注，得提前预判，得冷静一下，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您看他前面……哎呀，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别在旁边瞎喊好吗？
哎，再来一句。老李啊，你在家？知道，你声音。你们找谁呀？你好，请问是室内设计师江田女士吗？啊，我是民生频道《百姓之音》栏目组的记者，您认识李世德李大爷吧？认识，我们之前根据他们家的情况做过了一期采访，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好评。嗯，这次呢是受李家安先生的委托来进行后续报道的，请问您能抽出一点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不能接受采访。哎，您误会了，几分钟就好，不耽误事儿的。您是在忙李家的装修吗？您真的觉得改造一下房子就能解决他们家的问题吗？还有就是您的方案到哪一步了呢？现在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来采访我，而且我现在真的有事儿，不能接受采访。哎，江女士，很简单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可以接受采访，但不是现在。您就是那个助理奶奶吧？奶奶，姑娘，你这样说话不合适吧？哎，还有小伙子，把摄像机放下来。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好久没跟你说说话，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几杯荒唐以后你说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旧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人海里匆匆的，也许没那么复杂，走着走着如果觉得累就停吧，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繁华的大厦不会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爱着爱着总有人叫我们长大，想着想着快乐总大中学会了强大。